块钱好不好？五块钱可以。你这不计量，那量就给我十块钱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量个十块钱就不要了。五块钱就量个十块钱。五块钱够。五块钱可以。量个十块。不要了，钱真的不要了，两个不用了。这样这个五块啊，好不好？啊？够不上，就按这称的。OK， 五块钱可以吗？我给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。这个没关系的。这那称称的，在海上那都是称称的。所以这是不是纸的东西，对吗？你拔了。多重真的没关系的，对吗？它是海里称称那的。没关系的。